一根完整的铅笔，把它放进这个盒子里面去。仔细看，下一秒铅笔瞬间被切成了三截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咱们检查一下，有人会说上面有磁铁，现在看到了没有？把三节铅笔放在一起，它还是会散开。接下来更神奇的是，把这三节铅笔重新给它放回去，这个放，这样子吧，我们把它重新倒出来，给它换一个位置，不能太规矩。这一节呢，给它放在左边，这一节放在中间，这一节放在右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再把这三节铅笔重新复原。哎呦我去，这三节铅笔竟然连在一起了。刚才又说没有磁铁，现在怎么又连在一起了？可以近距离检查一下，的确是紧密相连了。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原理非常的简单，因为这个盒子里面还有个夹层，就像我们大型舞台魔术大变活人一样，并不是把一个真人分成三节，而是里面还有夹层。你看懂了吗？